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讲观音法门里面的心经五蕴皆空的法门。那么一连好几集，师父为我们解释了什么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那么师父说，他们都是空的。不过师父说，讲识呢，讲到小圣的第六识，就意识的时候呢，师父在上一集给我们解释，它是空的，是变动的。那可是师父说，在大圣的第八识好像又不一样了。那么究竟什么不一样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您讲的这个大圣佛法里面讲到识哈，讲到第八识啊，那么第八识跟第六识他们中有什么差别，什么不同，是不是请师父给我们说明一下？我们在上一集里也讲到那个第六识，我们就叫第六意识哎，第六意识它有两种功能，一种功能呢就是跟前五识同时起来，另外一种功能呢它是单独的运作，比如说在梦中，在定中，或者是呢精神病，就是这个精神恍惚的一种状态啊。那这个都是在我们在这个现身这一生之中啊，可以解释可以听懂的。但是呢它也有啊一个功能，那就是从前一生到这一生，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去下一生。哎，那么这个也是第六意识。那个第六意识的功能里边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佛法叫做业，这个造业啊，叫事业的业，这是叫做业力，这叫做业色。业色那个色就是认识的色啊。它这个含有啊前一生以及过去无量生带着来的业，还没有消的，那就是以这个因呢是无量无数生之中带着的一个业的力量，因那就在第六意识之中。这个第六意识虽然是不断地在变啊，是第六意识虽然在变，可是呢它还是带着过去的一直带到未来去。虽然说这个不是真的不是一个持续的不变的我，可是呢还是持续下来的，从过去持续到这一生，这一生持续到下一生去。虽然它这个不断的在变，不断的在变，但是它是连续的，连续的。所以有人说我这一生是我，下一生大概不是我了。虽然不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我，其实是连续下来的，就有点像什么你生你的小宝宝小菩萨，他怎么会到你们家里来的？原因是跟你有缘的，但是呢他只一个人，因为他的因也就是一的因，在过去是慢慢的累积他有福报了，也有他的苦报，那这个又升到你们家里来了，然后渐渐这个长大了，又结了更多的缘了，那自己这个力量啊又带着这下一生去了。那这个呢所以第六意识里面呢也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到了到了大乘佛法呢把它分得详细一点，是把那个第六意识这个分析得更详细本来也就是第六意识，那第六意识把它分成呢有第七识有第八识是这样子。那第七识是什么？是第七识啊是把这个第八识当成我，把什么东西当成我？第八识的那个所藏的种子，第八识自己啊这个本体当成是自己我。因此有一个人有一样东西把这个自己的业力当成我，那这个业力就永远持续下去。持续下去以后呢，他然后再接受果报。因为地气是在外边是看不到的，地气是不是潜在的所以潜意识不是地气是就是说自我之障识。自我之障识也是自作自我。这个制作什么为自我？制作第八识，
为自我，我叫厄赖耶识。厄赖耶识的意思就是藏色，嗯，就是叫自我之藏，也自己是做这个第八色当成我，那是第七色。这个第七色，可以说有这个东西的功能，也是从啊第六意识的这个分析出来的。对，可是我们感觉不到。感觉不到。那第八色呢？是什么东西？第八色这样东西啊，可以这个明了它，就是第六意识这个生死流转轮回六道来去来去浮沉上下，这都是第八色的关系。这第八色里是什么？是藏着一切的一的种子。那这个一的种子一边呢，当我们出生以后会造业，又把这个业的种子藏到那个第八识去，第八识，到下一生呢，变成了成熟了，这个种子成熟又接受果报，那一生一生的这个果报啊，就从第八识的种子显现出来，那第八识的种子永远是又是川流不息。那师父，你说那个是第八识啊，就是藏着一切业的种子，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才是真我呢？因为它一世一世一世都是流转的，那就是那个东西啊。既然是流转的变迁的，它是啊持续的有，不是永恒的不变的有，是持续的我，不是呢永远呢不变呢是同一个我，因为它像这个瀑布一样啊，瀑布这个水啊从上游下来，你老是看到它的瀑布在挂着的，是在悬崖峭壁上一个挂了一个，哦，那个是瀑布。其实那个瀑布啊，水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水啊。所以是照见无云皆空的意思，空虚我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，它都不是实在的不变的，它是虚幻的有，不是永远的不变的有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师父说呢，第八识虽然是藏着业的种子，看起来好像会是真我，但事实上呢，它虽然是持续的，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，所以呢也是虚幻的。所以色受想行识五蕴都是变动的，都是不是真实的有。那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